各位维新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，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古诏和新诏。诏的学问大得很呢、欸，诏的智慧大无其外啊，细无其内啊。诏位摆错了，家庭鸡犬不宁，孩子不回家，什么问题都会有。诏位方向你摆错了，也是同样各种想不到的意外问题。所以这一节继续要为各位来谈解诏相。古诏有位置又有方向，古诏啊，你要在有正确的位置和正确的方向，因为古诏有这一种诏的气口，气口往外喷啊，所以气口你要喷往哪边，这是一个大学问。所以我们在这一节会利用很多时间来跟各位讲解啊。那么你的位置，比如你照个位排在现在的住家化粪池的上面，那家里药品一定不离，我看了很多。哦，一到信徒家里要看他家的风水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先到他的厨房去看他的灶位，先了解他的灶的位置下面是什么。都是下面是化粪池，表示家庭的人啊肠胃都不好，变化多端的怪病，那就不必论相了啊。若是灶位楼上是化粪池，是一个厕所啊，你厕所在上面啊，你家里的人住的是高血压，头昏转向，头昏脑胀，头不清，这就是位置。在十几年前，我在台湾电视台早上谈到灶位的时候啊，有一对老先生八十几岁了，汉夫人，他来到大环寺，看到我跪了，跪下来说谢谢你。我说你谢什么？就是他头晕了四五年，找遍台湾的医生都没有效啊，就是他听到我讲灶位啊，不要放在啊一楼增建的后面啊，上面呢在煮饭的时候一柱梁一柱梁
梁丫头啊，他想起来原来就是这样，所以他移掉了啊，他的两夫妻的头晕了，病好了，这即是赵魏的吉凶与祸福啊。